学堂不大，知识不远，欢迎光临打狗小学堂。哟吼，终于来到海边了。哎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啊，有鲸豚搁浅了。 Oh my god， 怎么办？不用慌张，赶快打海巡署专线118，很快就会有人前来救援，把他们送往专业机构治疗。那在救兵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鲸豚搁浅有三要。什么是三要？要扶正，要保湿，要记录呼吸心跳。就这样吗？还有四步，不要让鲸豚受到风吹日晒，不要站在距离他们头尾太近的地方，不要推拖拉鲸豚的鳍、尾巴或头部，也不要翻滚他们的身体，而且不要喧哗。嘘，那我们小声一点，不要吓到他们。海巡署来了，鲸豚有救了，耶！哎，那如果是海龟搁浅了呢？一样打118啦。打狗小学堂，知识一箩筐，我们下回见。